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是三角形 ABC 的三顶点哈，是99、负3、负15跟18里啊，这是随便画的。那直线 L 通过 A 点，且垂直直线 BC， 哦，这个是 L1 啊。然后呢，直线呢这个 L2 哈，通过 B 点哈，且垂直于 AC。然后呢，直线哈 L3 的话通过 C 点，跟那个 AB 垂直。好，那这三条直线它会交有一点，那这一点我们叫垂心啊，是 L1 是 L2 嘛 ，L3。好，第一个哈，它要你求什么呢？求 L2、L3 的交点，哦，求那个 L2 跟 L3 的交点。然后第二点哈，它要你验证说 L2 跟 L3 的交点哈，是不是也是通过 L1？好，我们把这些直线哈，通通把它给求出来。首先哈，这个这条直线跟它是互相垂直的嘛。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条直线的那个斜率多少 ？m 呢？这个 BC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是15的，这个减这个多少呢？21。35、15、37、21。啊，所以哈，通过这一点的这个垂线哈，斜率哈，这个 MA 哈，这个是等于这个导数，就5/7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 L1 哈，我就可以算出来了。L1 是 y 减9，好像点斜式啊，斜率是5/7嘛 ，x 减9。好，另外呢，这个 L2 它的那个这个 MAC 哈 ，AC 这个斜率有啥呢？就这个减这个是9嘛，这个减这个是负9，所以是负1啊。所以哈，这个 MB 啊 ，MB 是等于正1啊，因为这两个乘角要等于负1，所以 L2 哈。L2 的话呢，它是通过这一点，哦，这个是 y 加15，等于斜率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就，然后这个是，x 加3，哦，斜率是正一嘛，哦，好，啊，再我们看 L3，L3 是这一条，那 M。AB 等于多少？哦，这个斜率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多少？24。然后呢，除以这个减这个，这减这是12，所以是等于2。啊，所以哈、哦、，MC， 哦，这一条直线斜率等于2/-1。好，那所以我 L3 我就晓得通过这一点 ，Y。等于呢，2/-1哈 ，x 减掉18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呢，这个 L2 跟 L3 的交点，我就给它减下来，减下来是15了，等于多减下来，哦，一个 x 减掉负2/x 就是2/3 x， 然后这3呢，3减多少？3减减9，2×9=8。三减九就是负6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是3/5嘛，3×1=3，3又等于6。那2/x 等于多少？5+2=7，所以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4。哦，垂线的坐标 x 坐标是14，那 y 坐标呢等于多少？2/-1。14减掉18，是负4，所以这等于2。所以这垂心坐标啊 ，h 等于多少呢？14，它跟2。好，所以第一小题哈，垂心坐标14、2。
第二小题，他问说垂心哈有没有在 L 一上面呢？那就把它带带看嘛。带进去的话哈 ，x 给它带什么呢？带14，那 y 给它带2，二减9有没有等于哈5/-7？啊，14减9，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在上面；没有就没有在上面。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，这个的啊，这个14减9，这个是吧？这是5了，这是5，所以是-7。那这边呢？这边也是-7啊，所以有啊。